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怡婷老师呢，帮我们这个最后面再做介绍。最后呢，其实刚刚雅玲老师都讲的差不多了。最后面，我们今天有多少个礼物？最后面还有几个礼物？好，只剩下四个。好，今天呢，老师愿意把他的礼物拿出来送给同学，太好了，谢谢老师。好，刚刚雅玲老师介绍完天问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国家剧院这次是11月27、28、29，那下面呢是我们的票价。那今天我们也有带一些票券来，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享有6折的折扣。那如果今天大家听到我们天问的故事很喜欢，想要进剧场看看我们豫剧的话，今天都欢迎有这个机会变成我们豫剧的粉丝。好，那最后面我要来看看大家刚刚有没有仔细的听雅玲老师刚刚所说的。首先第一个题目通常都是送分题啦，大家不要再把头低下来了，来抬起头来，我们要来送礼物了。好，好，来，第一题，我们是来自南部的哪里的哪里的什么剧团？有没有人知道？左营陆战队，飞海军陆战队，飞马剧团。对，答对，答对，算答对。好，可是海军陆战队是我们以前的名字，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台湾豫剧团。对，我们是来自高雄左营的台湾豫剧团。那我们已经在高雄左营已经落地生根有62年咯，所以呢下次大家有机会到高雄的话，欢迎去左营实践路那边可以看看我们，或者到剧团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剧团。好，第二个题目非常的简单。从刚刚一直介绍我们是台湾豫剧，台湾豫剧，那这个老师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有讲了，豫是大陆哪个地方的简称啊？刚刚这题目已经送过了，应该有记得哪里？河南。好，没错，耍得好厉害，手帕等一下还我，那个不是小礼物。我接下来还要去别的学校推广用的。好，那再来稍微难一点点，看你们有没有仔细的看 PowerPoint。 我们的雅玲老师在这次天问里面饰演大女儿，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她的名字叫做什么？都什么？都旭。好，注意我，你是不是会进剧场找他签名。好啦，其实我们今天呢，如果刚刚有拿到我们的 L 加，也可以等一下找雅玲老师帮你们在上面做签名。他可是我们豫剧小天后，要不然你们下次要进剧场，通常我们演出完呢，排队的粉丝可能从这边排到校门口吧，你们可能要排个半小时。今天特地大放送，所以现在还剩下几个 L 加。想要不用排半个小时，然后又可以得到雅玲老师，现在等一下就努力的举手，然后这边应该刚刚发出去 L 加，不用排半小时就可以得到他签名的啦。好，再来一样是送分题，看你们有没有仔细听。这次我们在国家剧院演出的时间3天，哪三天？有没有人知道？哪三天？好，就是你。11月27、28、29，答对了，谢谢。希望有时间可以来看，成为我们豫剧的粉丝。好，那再来哦。这次我们天问里面呢，是改编莎士比亚的哪一？好，我都还没有问，你就知道回答什么？《李尔王》，没错。哇，同学真的都很认真的在听雅玲老师的讲解。那再来要问问关有关我自己的，刚刚我手上耍的那个道具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好，就你，八角巾，没错。好，谢谢。
好，再来，还有三个，倒数第三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雅玲老师的电话？哦，你刚刚没有讲，哦，好，对不起。那有没有人知道我的电话？我也没有讲，我拿到麦克风时间非常少。好，第三个，剩下三个题目，我们预计皇后是谁？她是小天后。豫剧皇后是谁？国家文艺奖得主，来，王海玲老师，没错，谢谢。再来，我们今天我们两个的行当是什么？在一开始就有介绍喽，你们一进门的时候就有介绍我们俩的行当。我们两个的行当，有没有人知道？生旦净丑，我们是哪个行当？花旦，没错，花旦。这位同学，谢谢。好，最后一题，最后一张喽。等一下要签名就拿最后这一张。我发现这里的同学非常的害羞，不敢举手。我来，对，明明就知道。来，我来问一下这边的同学，送分题。我们是什么剧团？你们刚到底有没有抬头起来看我们？我们是什么剧团？有没有人举手讲一下？哇，好多人举手，就是你，我决定选你了。哪个剧团？台湾豫剧团。好，来，横条纹的女生，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个礼物送出去了。现在可不可以麻烦大家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要拜托你们帮我做一下。可以加入我的电话？没有啦，开玩笑的。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台湾豫剧团，可不可以用 Facebook 搜寻一下台湾豫剧团，帮我们按个赞好不好？谢谢。那也希望同学呢可以回到班级跟其他的同学讲，看到的话帮我们讲说今天看到台湾豫剧团的演讲，也可以上去帮我们按个赞，以后就可以从这个讯息里面收到我们的演出讯息，然后成为我们的粉丝。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很喜欢哦，谢谢。好，来，我们给这个杨宁老师跟怡婷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哦。对，非常谢谢他们唱作俱佳，非常生动活泼的让带领大家进入这个豫剧的世界。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豫剧会有一点感觉了哦。那其实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枯燥乏味，对不对？其实还挺有趣的，所以希望我们同学们有机会去欣赏。那当然最近的一次演出就是11月27、28、29三天在国家剧院，很可惜没有到新竹来了哦。对，我们希望有机会到新竹，因为他们豫莎剧的第一出天那个约束有在我们新竹市演出哦，是新竹县演出，是跟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跟新竹县文化局一起合作。好，那我们希望我们交大以后也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来。那我想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台湾豫剧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同学对台湾的传统戏曲有更深刻的认识哦。那其实我想我们有很多很珍贵的这些有形跟无形的文化资产，都希望他们需要受到保护，也希望受到传承跟发扬。那如果说有更多的观众，我觉得对表演艺术来讲，观众就是让他们可以存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了哦。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剧场去看看他们的演出，然后支持这个剧团的永续发展哦。好，那是不是我们再度的给就是我们萧阳玲萧老师，我们豫剧小天后一个热情的掌声？好，还有我们这个美丽的小花旦，我们孙怡婷孙老师。还有我们剧团的这个行政总监，我们新化老师，谢谢。